是女团 IVE 成员张元英，拥有甜美的脸蛋以及173公分的高挑身材，犹如真人洋娃娃，被赞是天生偶像。近日 IVE 参加综艺《我的超人爸爸》，预告播出后，张元英意外被女孩 Jam Jam 叫阿姨的反应，让粉丝们笑翻。언니이름뭔지알아요원영이엄마원영이엄마원영언니一听到被喊阿姨，张元英马上受到冲击，眼睛瞬间放大，下秒马上要真正改叫自己姐姐。这个片段也被截取疯传，让粉丝们笑喊，女生瞬间宕机，无法思考了。元英还没20岁，不是阿姨啦。我念你吗？